到前面我夹看卖，我甲夹下好无？好。你甲夹好，我夹下好无？我边，这里到前面，你莫飞机的，你哦。无两时啊，拢了啊！这半头咧做证的，这半是唔甘卖。注意听者，这只叫做飞机哦，大只哦。这过年时啊吼，这种飞机你捌看人做迄个烟熏的无？这只飞机四架哦，唔是讲笑的哦，一只头得800块。你当然用炒、用烘的，还是做烟熏的拢好吃。这两只偌济？哇，这两只对头讲落去好气啦！爱1600-1500，我招一个好较大只先来哦，1000。这种是一定无人买的啦，我知恁是咧想啥，最后我招一个人客啦，唔是讲笑的，大只对，一个人客哦，后边拢无啊，一个人客有想要甲我买无？一个人客好，总来买二送一，全部1500-1400来，1300唔免来，一句话总来啊，1000。袂想下，你若无袂倒，我来笑。这只又大。要甲我捧场的，你相信我，后礼拜无要卖啊，后礼拜拢尽量卖一款迄个过年的物件、年货的物件。迄、那个大哥，你敢使这个盘给我者？啊，我这个柜子哦，你提盘去，这个盘我用这个冰夹，啊，不啊，不落去，这黑泥爱倒咧吃，黑泥爱倒咧吃，黑泥爱用冰夹。这油袋我要来收啊，下再我一份上少偌济，300块以上的，这用鱼甲我钓起来油袋来上盘给我。我要来收啊吼，啊，你若要甲我买人客，你注意看这条。这条这尾鱼啊，眼睛、目睭落去啊，你刚才看了，知这鱼啊足新鲜啊！你看这个外表，这个金头皮衫，卖300，最低价哦，200就好。规地用真哩足好吃啊！这个油条我跟你讲吼，我一日白天要吃哩5天。4条，这下早你卖4条卖300，5条，即摆要收啊6条，200就好。足水的油条，红鱼搞我钓的哦！你刚才看这外表，这个光泽，无讲笑，这一只30几块是要多买？凊彩啦，要买人去，较手较紧的。因为我春节尔，我唔爱跟你开玩笑，夭寿啊！我足后悔，你话你大声。那个村啊，200，800，200块啊，200，200。我想要爱。这块会倒啊卖？我食袂到这唔甘。来200啊！真正，这只30几块是要倒卖？200。一只30几块，一只30几块，搁要倒卖？搁200块好无？最后一个人计，200块好无？200块。过来右边。右边来，四二哦。快这一只外口你卖差不多123块，太好啊！用烘的用，用烘的用，炒拢好吃。这两只卖偌济？卖25啊！我招一个人客，3只25哩。最后一个人客，2个人客拢无啊！200。好，就一个，这3只搁200块，搁200块，这三。